据网友爆料，十一号乐嘉在录制《非诚勿扰》节目期间不慎摔倒，右手摔伤，流血不止。据悉，昨天下午新一期《非诚勿扰》节目在南京录制，由于中场休息时间比较紧张，乐嘉一路小跑从通道前往嘉宾坐席途中不慎摔倒，由于用右手撑地，大拇指虎口下方出现了3厘米的深度划伤，流血不止。现场经过简单包扎处理后，乐嘉重新上场坚持录制。在节目录制结束之后，乐嘉才到医院检查，幸好未伤及骨头，在医院缝合了8针。处理完毕后，乐嘉又坚持了第二场的录制，敬业精神令人称赞。非诚勿扰节目最近可谓是多灾多难，上次孟非不慎在录制中摔下舞台导致骨折，乐嘉也因公负伤，于是有网友质疑非诚勿扰舞台安全性，并建议节目在改版时顺便把舞台换了。对此，记者致电江苏卫视的刘小姐，她解释说，孟非乐嘉的摔倒都是出于意外，与舞台安全性关系不大，但依然表示要接受教训，以后更加注意保护人员安全。不管怎样，咱们还是要为乐嘉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鼓个掌。由古娱乐播报，北京报道。